你好，请问两位吗？对对对，预约过。好，林女士，这边请。这家店好吃吗？嗯，非常好吃，相信我。这边，谢谢啊。这是我们定的座吗？是的。谢谢啊。这是我们的菜单。谢谢。今天是情侣主题日。情侣主题日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今天是这个日子。我们有三种套餐，有288的、388的和588的，请问二位要哪一种？哎，跟我说，我请客。哦，明白明白，看来是女朋友管钱。不是，没，就那，请问你要哪个档次的套餐呢？嗯，哦，我们588的套餐里有一个升级甜品，新型的提拉米苏，名字叫一心一意，寓意很好的，二位要不要试试呢？没事，我再看看。